准备桥边姑娘。
花样繁多的过早需求，难怪再来一遍。慢增加啊，看你们自己的那个忍受力。一天呢，像这个动作做两遍，这是第一个动作。哎呦，都看不见屏幕了，谁呀？赶紧静音啊！哎，大家注意啊，尽量注意，就是在那个平时的时候尽量不要说话，因为一说话有些人的那个他看不到主画面了，所以有时候跟不上，我们大家反正注意一点这个吧。我需要有说话的时候我说，而且尽量是在我们舞蹈中间的时候，不要在跳的时候说有点什么问题，好吧？我们再重新来，没关系顽童，你注意着，把那个谁太吵杂的话给他关一下啊！你现在做了个联系主持人吗？你操点啊！我的九寨，我的梦在你的
下去再来一遍啊，这个也长，这个也复杂，这个跳下来就觉得累了哈，前面那两个跳下来没感觉，这个比较长啊，再来。神，哎呀妈呀，分一点神儿，分一点神儿都就找不着了，这脑子现在真的是不行了，我说我千年老得老年痴呆，再从头啊，第二遍我们再从头走，哎呀这脑子真的是不行了呀，悄悄揭开红烛，千年的灯。
身来眷恋你的模样，你的爱，你的模样，你的爱，你的模样，你的爱。刚才在想什么呢？刚才那会儿一分神就不行。我刚才在想黄老师给我们发到群里头的美国的是吧，那个他们在 Zoom 里跳那个我的九寨，我在想我哪天我们也大家都打开视频穿上个漂亮裙子长裙子嘛，这样子舞蹈嘛哈，我们也让管老师给我们录一个视频，要不然光整天看见我自己跳都不知道你们跳，因为我背老背对着大家，也没有打开那个全部视频，看不到大家跳怎么样是吧，回头哪一天我们也整个大家能录视频的都把视频录下来，让管老师给我们录个视频，我们就是不发布到什么 YouTube 上，我们自己看看也好啊，是不是？来，梨花满天开啊，悄悄开放，当微风吹过满天飘香，忽然又想起离别景象，昨日恍若梦一场，悄悄下我们约定了方向，明天我就是你的新娘，靠着你的肩膀羞红脸庞，是谁在那轻轻唱，撑起你到来绿满窗，大姑娘窗下绣鸳鸯，早已成双，你不在身旁，听说梨花再开爱就回来，想你想断肠，梨花又在开放，春来初往，无奈天各一方，我守着古老的村庄，并把人满白霜，梨花又在开放，春来初往，无奈天各一方，回去寂寞的沧桑，你陪我闻花香。这个哈，昨天有一个舞友跟我提了，提出来，说我们绣鸳鸯这个手稍微高一点，我觉得挺有道理，而且我看了郭老师啊，确实是，就是春季到来，我们手稍微高一点，往高处的高，我原来就比较平哈。春季到来，往高处领绣鸳鸯，高处领一点啊，手往高处走一点。感谢啊，叫什么？低调任性，特别负责任啊，啊，特别认真的一位舞友，特别好。来，我们再来。当微风吹过满天飘香，忽然又想起离别景象，昨日恍若梦一场，悄悄下我们约定了方向，明年我就是你的新娘，靠着你的肩膀羞红脸庞，是谁在那轻轻唱，撑起你的来临满窗，大姑娘窗下绣鸳鸯，早已成双，你不在身旁，听说梨花再开爱就回来，想断肠，梨花又在开春来春往，无奈
天各一方。我生不曾装，花又在开放，春来春往，无奈天各一方。你一样的沧桑，你还是好嘞，我们四个学过的舞蹈，我们就每样复习两遍，复习到这里。我们今天教一个新的傣族的广场舞，叫个缅桂花开。我前几天，包括今天早上，我又发到群里头了哈，傣族的舞蹈的特点，一个是它会有孔雀手，两个手指头哈，孔雀手的叫哈，孔雀手两个手指头，它会有孔雀手，大拇指和食指出来，啊，这三个手指头往后翘，这叫孔雀手，啊，孔雀，我的手型不一定好看哈。就孔雀手，还有一个它是会有胯，有胯，胯的时候它是一个脚是实的，重心在这边，一个脚是虚的点着，啊，胯，这是它的比较特点的东西哈。我们这个舞蹈呢是个三拍子的，三步的。三步的很多的时候就是左右左右左右是吧哈，我们跟黄老师学那个三步的舞也是左右左右左右，这是很简单的啊，虽然它是华尔兹，它是比较大的那种了哈，我们这就是三步的，也是这种脚步，有时候三拍，有时候是一二三一二三，我们会有这种，但它是三拍子的。我把这个舞蹈呢分成三个部分，因为它后头会有重复，但是其实基本的舞蹈就有三个部分。我们今天先学第一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呢是十八个三拍，等于说是一二三二二三三二到十八二三，是吧哈 ？OK， 我们现在我们还是把脚先学了啊，我们把角度大家找好，我们一直强调的角度。我直着一个面前，我前面是观众，我现在是跟大家的方向是一致的啊。前面是一号位，右脚这个地方是二号位，旁边直着右手过来三号位，斜着一点四号位，我正背后五号位，我现在换左手了，左手斜后边这个脚。六号位，左手直对着七号位，前面斜角，左的斜角八号位，所以我们是分一号位、五号位、二号位、八号位、三号位、七号位、四号位、六号位，往后排四号位、六号位，一。五啊，三七，这是直的了啊，脚是二四六八，我们把位置记清楚啊。我们这个舞蹈我们先是直着站，它前面有前奏，前奏部分我们是不跳的，我们跟着广场舞，我们跟着人家的舞蹈去照搬啊。前面前奏我们是不跳的，从开始唱开始唱开始，我们就是向二号位的方向啊，先起左脚，我们先走脚啊，冲着二号位的方向，左右左右左右啊，看啊，大家来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就是这样啊，大家来。前面的前奏有一个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，你从四二三的地方开始走啊，一二三二二三三二走，一二三二二三。
手背朝上啊，手背朝上，一二三，坐下来，二二三，这个手直的，这个手是空的啊，像我们戏曲的握拳一样，但是我们是掌啊，心向下，背向上，来，我们把手和脚连起来做一下啊，一二三，二。二三三二走，一二三二二三啊，一二三二二三，来啊，我们走一下，然后我们学下一个啊，一二三二二三三二走，一二三。二二三，三二三，我们走后边，我们现在是别的步了，是吧？我们走后边这个步，我们现在重心是在左脚上啊。三二，看，右脚挪过来，三二三，跨出来了啊。十的这个步，重心在这个地方，这是虚着的，跨往这边。三，换脚，四。二三啊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动右脚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我们的手啊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过来，手上和这个下来，手背。下边这个上来变手心，变成一个手背一个手心，再下来这边还是一个手背一个手心啊。我这样来做一下哈，光是手啊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这是我们的手，我们加上手和脚一块做啊，一。二三，啊，二三，三二走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这就四拍了啊，四个三拍了。我们再走一遍，我们学下一四个三拍，其实它动作没复杂啊，不复杂，来，一二三，二二三。三二走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马上重心，马上看四二三以后，马上落脚重心过来了。同样反方向的动作啊，我们刚才是往右边先迈左脚，现在我们往左边先迈右脚，同样动作手也是啊，一二三。二二三，脚的动作三二三，四二三，手的动作不一样了。手的动作是从这中间分下来以后，两个都是孔雀手啊。孔雀手，刚才我们是这样是吧？哈，刚才是这样，现在变成孔雀手，两个都是啊，两个再画下来，这边还是孔雀手。啊，两个孔雀手啊，这个是两个孔雀手，刚才我们是手托着的，这会儿是孔雀手啊。我们把手的动作走一下啊，从第一个开始啊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一二三，二二三。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孔雀手，二三，四二三。这是我们加上脚，我们慢一点走啊，这就已经八个三拍了啊。准备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走。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
三四二三一二三二二三三二孔雀手四二三，再走一遍啊，再走一遍，我们连着下一个开始走啊，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，马上下来，五二三六二三，五遍手七二三八二三，然后下一个往下走，冲八号腿啊，手背上手势，手背上手背下啊，手背上去下来，上去下来，脚是趴这儿了啊，一二三二二三哈，脚是左脚上啊，这回是左脚了，看左右左右左右，落到这儿了，落到这儿，我要变直对了，变成直的方向，对向一号位了啊，一二三退上，二三退，二三，我的角度是在八号位和四号位斜这个啊，斜着上斜着退啊，注意我的是一二三二二三三，这时候变成基本上直的方向，稍微侧一点，二号位的脚，右手后面，左手前面，左手是打开，手心朝上打开，啊啊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是吧哈？一个手背，二三，二二三啊，脚呢开始啊，迈过来，我现在基本上是正的，斜着点，稍微侧一点点的二号位啊，看。左啊，左右左右左右啊，等于说是迈过来，变成这边了，看啊，看我先往二号位走，方向变到八号位置来了，八号位走，变到二号位，点啊，身子跟着动，看，一二三，二二往前上啊，上二三。上二三，配合上我们的手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是吧？我们再把这个啊，这是一二三，往前上，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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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吧？这就已经十二个三拍了，我们再来啊。我们把这个四个三拍走一下，然后再把前头连上啊，记得左手上左脚上，上方向是八号抱四号啊，这角度的方向上退啊，一二三二二走，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，我们把前面的这十二个八拍连着走一下啊，一二三二二三三二走，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回，一二三六二三七二三八，二三九，二三十，二三十一，二三十二，二三。好，我们再来啊！一二三，二二三三二走，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。四二三五二三六二
三七，二三八，二三九，二三十，二三十一，二三十二，二三。这是我们再走一遍，再往下去啊。十二三还有六个三拍就结束了啊，这一个第一部分啊。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走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五二三，六二三，七二三，八二三，九二三，十二三，十一二三。十二二三，好，再接着直着上，直着下，一，手背上，手背上，向左边落啊，手背上向左边落，落到旁边啊，看我们手的动作是，手背上，我刚才说了，我现在反着你了，向左边落，左边落，落下来。左手后背，右手是旁边，啊，加上我们的脚，看我们现在我反着跟大家做一下啊，看，上两手手背上，手背到挪到旁边，背下来，这个手从下边拉下来到边上，啊，我们的脚还是左脚先，一二三退，二三。还是左脚转个圈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准备啊，大家看，慢一点啊，左脚上，上三步，退三步，左右左右，左右左右左右啊，右左右退，上退啊，看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二三完以后，看完以后。一个手下来，一个手背后，一个手变成旁边啊！一、二、三，二、二、三，三、二、三，四、二、三，两个三拍转一圈儿，然后后边就剩两个八拍，两个三拍了啊！左边、右边一个连接动作，等于说是，我们手是一二三。二二三哈，一二三，先左边，左边往左脚一，不别按，我们这个脚是左步别过来，左步右步别过来，右步按看，一二三，等于点一下按，一二三，右别点按，这就第一部分就结束了，那就是。十八个三拍，还是蛮容易的吧？来，再来啊！我们从第三个啊，第三个不是第九个三拍开始啊，斜着上八号位那个啊，一二三。二二走上，二三退，二三上，二三上，二三上，二三退，二三转，二三转，二三左，二三右，二三。这是后边啊，我们现在连着。从头把这个，这叫我把它叫第一部分吧哈，把这第一部分十八个三拍连着走啊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走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五二三，六。二三七，二三八，二三九，二三十，二三
十一二三，十二二三，十三二三，十四二三，十五二三，十六二三，十七二三，十八二三，十八个三拍。我们跟着音乐走一下，大家注意听音乐。我为什么说前面有一个三二三后开始走了？因为它最后那个前奏的音乐最后一个节奏是三个三拍，然后开始走。我们大家注意听音乐，什么时候开始走啊？大家听着呢，就跟着就走了哈。最后一个前奏的音乐后边是有我会数一下，会有它会有三个三拍啊。听一下，我们再走啊。让大家问一下哪一点不明白，我们再说一下啊，你再来一遍啊。教一部分，我们等于说这个舞蹈就教完了，我们基本上两次可以教完，大家学很快哈。来，我们把下边的一部分教了，阿然，下部分下边的是一个方向，走四个方向，前二三四二三二，一个方向四拍，啊，大家看啊，一二三。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转过来方向，顺时针啊，向右手这边转啊，然后，等一下，我们向三号位方向，四个三拍，五号位方向四个三拍，七号位方向四个三拍，又回到正方向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现在看啊，我们脚，我们手的动作啊。不一样的，我们手看，两个手起来，手心向上，从手心往里跨过来，
打开，来一个看手啊，打开，看啊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一个手像喝下边一样啊，一个手在上边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看，三二三，四二三啊，看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，对哪手？左手托下边先是啊，右手在手上头再换回位置啊。那我们的脚是上二三，退二三，看左脚是重心了，左胯右脚是啊。左脚是重心的话，左手在下边，三二三，换方向，四二三啊，三二三，四二三啊。我们再来，第一个四个三拍啊。上二三，退二三，左二三，右，就是他脚不动，他就是拧一下啊，拧一下，变个方向，变个胯啊，变个重心，三二三，拧，四二三，我们的手看啊，一二三，手心往里回，二二三。三二三，四二三，我们配合上手啊，配合上脚，走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再来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马上就过来了，马上转方向。二三，马上转到面向这个七号位了，是吧？三号位是吧？一二三，二三，动作是一样的。一二三，二二三，动作是一样。三二三不一样了，我们的脚是用我们的左脚。三二三，四二三，这是左脚，啊，后边是跟着点两下，一。二三，看，一，你看还是左右左，右左右啊，就是不往前上，左右左右左右，我们的手呢，左脚就是右脚右手在上头啊，左脚右手在上头，你看，像他那个像听的动作啊，他是因为他是有那个。根据他的歌词来的吧，是吧哈？哎，听的动作一样的啊，看这样啊。然后你看我们这边这个三拍，我们做完这边以后，马上脸冲着三号位啊，一二三，二二三一样的啊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左右左右左右啊。左脚在前的时候，我们右手在上面听。右脚在前面的时候，左手在上面，听啊。我们走这两个方向啊，一二三，二二走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五二三，六二三，七二三，八二三，马上。我们转向背后了，我们向的是五号位方向了啊。脚跟那什么是一样的，我现在等于我面朝观众，我现在等于我背朝着你了，还是这个动作啊，看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，同样的，脚的动作是一样的，三二三，跟第一个四那个正的方向是一样的，脚啊一样。手不一样了，手本来我们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手在后头，看，两个手背朝上，一个是直的，一个手背在脑袋后头，啊，啊，啊，是这样一个动作。等于说，如果说是我现在是跟大家的方向一致啊，看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看到吗？三二三，四二三，看胯朝哪边，哪个手是直的？胯朝哪边，哪个手是直的？
哪个脚是虚的，哪个手在后面，大家注意啊。然后第四个又转到这叫是七号位了，还是一样动作，不过就是不是拼的动作，我们就是但是动作是一样的，也是左右左右左右，手是在前面的，不是在听着的，是手在前面，是吧哈，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化啊，就是四个角度四个方向，我们慢着点走。大家注意啊，一二三，二走，一二三，二三三，二三四，二三四二三，我已经转过来了啊，注意，五二三六，二三七，二三八，二三，现在我的指甲朝后头了。六二三十，二三十一，二三十二，二三十三，二三十四，二三十五，二三十六，二三十六，二三，就基本上就我就转到前面了，面对观众了。我们再来啊，再来一遍，然后我们把它连着走啊，一二三，二走。一二三，二三三，二三四，二三五，二三六，二三七，二三八，二三九，二三十，二三十一，二三十二，二三十三，二三十四，二三十五，二三十六，二三。我们从第一部分连着走一下，然后我们跟音乐啊，来，一二三，二三三，二走，一二三，二三三，二三四，二三五，二三六，二三七，二三八，二三九，二三十，二三十一。二三十二，二三十三，二三十四，二三十五，二三十六，二三十七，二三十八，二三第二部分，一二三，二三三，二三四，二三五，二三六，二三七，二三八，二三九，二三十，二三。十一二三，十二二三，十三二三，十四二三，十五二三，十六二三。哎，我们跟着音乐啊，跟着音乐走两遍啊。Thank you.
我们第一部分是十八个三拍，第二部分是十六个三拍，四四一十六嘛，四个方向，十六个三拍。好，现在大家把声音可以都打开啦。我们今天等于学两部分，还有最后一部分就结束了，啊，所以我们大家还是学的蛮快的，大家都很厉害。嗯、啊，加分。老师教的好，老师厉害。老师是瞎教，黑着眼教，也看不见你们。好，好，我学得很棒。都能够学得懂吧？学得会是吧？教得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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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老师辛苦了。没事，不是，就是大家，我能理解，能明白就行。我们大家为了不就是学会了，大家一起跳嘛，是吧？对我自己也是个动力，我平常在家就不动的，懒得不动，吃了一身的膘。哎呀，吕岩呐，吕岩你教的太好了，一看一教就会呀。主要还是你们聪明，主要还是你们聪明。不能那么说，不能那么说。啊，真的，真的是教的太好了。就是我觉得、就是啊、太到位了，太到位了。越跳的多了吧，越跳的多，你就会学的越快。因为你有些步子，像一说什么秧歌步啊、十字步，你都会了；什么垫步啊，你都懂，一看就明白了，就容易了。所以说，大家不要怕，我学不会，学不会，我们可以逐渐的、慢慢的教，回头再教。但是就是说，大家不要那什么，不要气馁。我们学的多了，哎、你会的多了。提个建议啊，音乐太差。主要是没有音乐，我现在是用的 iPad 在这教，放着手机。哎，我跟你说吧，就是那个音乐吧，音乐对舞蹈吧，是起到一个这个提的那个他那个提精神哈，让你去引出个跳舞的那个欲望。这个音乐吧太单调，你要是如果特别丰富多彩的音乐哈，特别就是交响音乐或者特别响的音乐，就有那个跳舞的欲望。没有，本身因为本身这个也是人家跳舞的，咱就跟着人家的视频走的音乐。啊，我知道我不知道在音乐上让那个谁，让那个主任呐、啊，还有什么的金刚的、啊、他们那个，就是能找一些个这方面的那个音乐，比方像桥边姑娘，还有那个，还有你说的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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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罗，那个，就是他们那个都有特别好的音乐，然而把那音乐放出来，那个对舞蹈啊增加色彩。嗯，是您说这个有道理，是是不是？要不然的吧，哈，你教的可费劲儿了，然后跳起来没情趣。教，牛少教的特别好，音乐也特别美，很好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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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教的是没说的了，太好了。嗯，行。那行，那我们今天就教到这里，就练到这里。我们下周一再接着把我们这个教完，好吧？哦，老师再见，辛苦了，谢谢，大家都辛苦，拜拜，辛苦，你辛苦，拜拜。